OK， 现在呢我们要上车咯，就这里啊。A few minutes later.现在呢，我们来吃东西 ，OK？ 来，点餐，尽管点。来，我的啊，一起吃，吃了。那个薯条，这个是什么？炒饭。我教的是那边前面他还没有做好，哦。我们要开动了，等下有什么特别东西我再拍给各位。A few minutes later. OK， 现在呢我们吃饱了，我们现在要走了，我们要去走走看看，然后我们就要等飞机7点，大概要接近8点，还有这个起飞。要接近8点才可以起飞了，所以我们必须等待一下，还有大概1.5小时样子。先坐在这里。老弱病残专做优先。啊，我来分的是新疆嘛。我们现在赶飞机哦，我们差不多要迟到了，因为赶太久了。哦，我们要赶飞机哦。刚才慢了，我们今天要快点。赶飞机，各位，我们赶飞机。我们要快啊，还有5分钟啊，不能了，要快。第一次看前面的人跑得快，就是要留下这个，不能。刘姐，赶飞机赶到这样很喘哦，还剩2分钟的时间，我们要争取时间快点了。腰酸。
现在我们已经在飞机上面了啦，哈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呢就要起飞，绑好安全带 ，OK。吃我们的晚餐。One hour later， 吃饱喽。One hour later， 饱了。到了。我们上 transmy.com 看。Yeah. OK， 走。The baby is alone。把它推过去呗。One hour later.